周日报95岁，不够大声，不够大声，听到吗？都听不到，对不对 ？OK， 再来一次，祝愿新周日报95岁，祝愿生日快乐，老师，音乐响起。95岁生日快乐！现场的朋友们，我们大约在这个时候呢，响起全场祝福的掌声，来献给《新周日报》。今天晚上我们满怀的豪情，祝愿《新周日报》95岁周年庆典快乐！祝愿每一场的巡回庆典呢，都能取得圆满成功。但愿《新周日报》蒸蒸日上，欣欣向荣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请台下的嘉宾，我们合力的